今天音乐标榜的今日有大咖，今天来到音乐标榜的大咖呢，绝对是无敌并且超级巨星，而且风靡了全亚洲，甚至红到美国去。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哥哥。请他们跟我们音乐标榜的观众朋友们好好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们是 Wonder Girls。 大家好，我是新颖。大家好，我是丽玲。大家好，我是于恩。我是米粒。我是周深。你们好，我是荣嘉。是谁啊？但是重点是呢，因为 Wonder Girls 难得来到台湾，然后呢，我们今天有准备了很多的礼物要送给他们。首先第一个礼物呢，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很称头，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表现得很好，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A Little Wonder Boy 的表演。Nobody 应该算是大家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曲，但是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原唱，也就是 Wonder Girls 呢，好好给我们两位讲一下他们今天带来的表现如何。저진짜신선하고요굉장히처음보는그런퍼포먼스였어요너무신선했어요第一次看到，就是说，打巴掌的部分，因为他们可能已经看过上万遍，很多人表演他们的 Nobody， 然后第一次算是有成功了，对不对？对，感谢你的，感谢你的，感谢你的，我在那边假装会韩文，好不好？但是呢，我们两位呢 ，Wonder Boys 其实也有带来礼物要送给 Wonder Girls， 因为听说他们就是这次来台湾的行程排非常的满，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时间吃到台湾的小吃。那我们请我们 Channel V 最会吃的野兽。要不要来端上我们今天的一个美食？好，第一道菜就是猪血糕。这个被票选为世界奇怪美食第一名的猪血糕，可算是另类的台湾之光。不知道 Wonder Girls 喜欢吗？哦哦，赶快抱回来！所以这样还是敢吃，表示他们其实对于台湾的那个美食的接受度非常的大。但宜宾已经默默的先放好了，还有一道是小鹿带来的，没有错。吃完了猪血糕之后呢，就是要带来我们的甜品。他们昨天呢，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新闻，就说他们很想要吃豆花。啊，对，豆花。他们终于吃到了吗？还是这是第一次？먹어보지못했는데대만팬분께서꼭먹어보라고이렇게팬레터에써주셔서甜点果然是女生最好的朋友，热热的甜豆花马上就抓住 Wonder Girls 的心。这一家的豆花非常的好吃，还是说他们就这样可以一直捧着把它吃完？因为你知道现在立刻把它收起来，我就觉得好像他们好可怜哦。你说可惜的是。我们等他们，我们停机等他们，然后把它全部嗑完，我们再继续访问。好吃。但除了吃东西之外呢，我们今天其实有送给他们一个小礼物，就是每人都有一个，也就是在小鹿手上的这个东西呢，在台湾的那个演艺圈啊，还有模特圈都非常的知名，因为呢，它可以招来好人缘、好事业，而且好恋爱运。就先帮朝夕绑好了，我示范一下那个。怎么绑法，然后呢一定要绑在左手，要这样子，然后许愿望，然后那个愿望呢要重复念三次，它就会成真。那请朝夕呢先许愿一下，然后我来帮他戴，好不好？谢谢。不会，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它这个呢是有这个就是水晶啊，还有雪草的能量。太紧张，而且他们的手都好细好白哦。好，好，
谢谢，希望呢他们的那个每一个许的愿望呢都可以成真。哎，那可以透露一下他们刚刚许的什么愿望吗？送完了礼物，然后也吃完了之后呢，还是要好好跟他们聊一聊。那首先呢，因为知道他们来到台湾啊，就是这么多天，不知道他们对台湾的印象是怎么样。너무좋아요맛있는것도너무많고또팬분들도너무좋고되게가끔한번여기와서살아보고싶어요 Nobody 这首歌曲呢就是已经整个风靡全亚洲，甚至打入这个美国告示牌排行榜。不知道他们对于就是自己就是年纪这么轻然后就爆红，他们有什么感想？일단정말너무영광이고요또대만팬여러분들께서저희 Nobody 를이렇게많이사랑해주셔서저희가이렇게여기까지와서공연할수있는것같아요그래서정말감사합니다너무감동이에요他们这一次来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呢要跟歌迷做近距离的见面会，就在今天晚上。那不知道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啊，跟全亚洲喜欢他们的粉丝就是说一些话。일단은아시아전지역에계신우리원더걸스팬여러분들이렇게대만에서인사드리게돼서너무너무기분좋고요앞으로아직구체적인계획은없지만꼭빠른시일내에여러분들계신곳전부다찾아가서멋진공연보여드릴테니까늘저희응원많이해주시고또저희5월달에나올새앨범도기대많이해주세요감사합니다希望他们可以就是赶快能够再来台湾。